日本被晒出 SNH 48神梦瑶聊天记录，透露总选第一名的奖励是48开部新剧，由她担任女主角。结果新剧剧本有男主下药暗示的情节，自己也要求改过，但是导演说拍归拍，但不会剪进去。联谊企业表示不能接受，决定抗争放弃拍摄，真的好心疼妹妹们。